桂宇，祥军在弧顶，再给廷照。好，抱歉，凯杰。哇，凯杰，这而且是一个三分啊！先看这个脚步，这个一二垫步之后跨出去，再用单脚起跳的三分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样没有走步吗？对，这个我往往这没有走步吗？我往往是称这洪凯杰是台湾的 Ginobili 啊，鬼子切入，这没有切入啊，这就鬼子脚步啊，鬼子脚步，鬼子脚步，而且裁判判三分啊，这个是迷中步啊，对。球放天进攻篮板，麦卡洛拿到，这一球出手还是进，不过看起来他的右手肘似乎不太舒服。林书豪也倒地。好，那现在林书豪第一时间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哦呦，直接击晕了。确实，这让他可能会有一阵的这个晕眩啊。那现在是拿着毛巾捂着他的脸哦，不知道是不是有见红。是。那就如我们在昨天跟今天赛前所说的，这是一场头破血流的比赛。是，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形容啊，但是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任何球员在球场上有受伤或者甚至流血的状况发生哦。对。那现在比赛因为林书豪的伤停暂时要终止下来。看起来龙哥是相当的不爽。在昨天的比赛里面，龙哥在赛后采访表示他的对他的球员非常有自信。看起来林书豪应该是有流鼻血。是。当然林妈妈眉头也是皱成一团。今天赛前林书豪是牵着他的妈妈一起进到球场来，要来庆祝今天的母亲节。来看一下麦卡洛。哦，哇，不过其实说真的，麦卡洛也不是故意的。他顺势拿到球之后下来的手才顺势下来的时候打到的。林书豪看起来他扶着他的头，现在必须要透过搀扶才能走下球场。担架现在龙哥
希望担架能够进场来让林书豪退场哦。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钢铁人来说，胜负或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希望林书豪能够没事啊。对，没错，还是健康为第一优先啦。那龙哥非常注重的是希望说能够利用担架，不要再让书豪用走的方式出去哦。林书豪这场比赛能不能够再回到球场，现在是一个要打上大问号。嗯，现在龙哥干脆也把自己的麦克风拔掉了，希望林书豪没有大碍。现在不只是钢铁人的球员非常关心，就连梦想家的球员也来到球场这边来观察他的状况，因为在这场比赛不希望任何人有这样的伤势。现在担架已经进到球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最好还是交由专业的医疗人员来处置。嗯，哇，好，林书豪坚持自己走回板凳区。嗯，他自己坚持的要走，用走的方式哦。